他喜欢是这种，肩颈压一压就好了，这样。对嘛？对啊，这才对嘛！哎，嗯，按到手都发抖，他力很大，他力很大，他力很大，所以你是业余的，我专门否男朋友，他只是为男朋友。哇，哎呦，这么瘦会按摩吗？请问一下，力气还蛮大的。什么原因你会开始练习按摩？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读的是护理，所以学校有教过背部按摩，然后后来我开始运动健身呐、啊，教练有教我一些就是运动之后的舒缓啊、放松这样子。哎呦，运动声音听起来就舒服，对，声音好，对，温柔婉约，光是这个声音，他只要随便帮你按两下就舒服，受不了了，可以吗？对。何西，学着点。你冷静一点，力道可以吗？激动。来，没有人回答，拜拜。好久不见了，拜拜。哇塞，拜拜。好久不见了，因为毕竟合约的关系，所以我大概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出来。所以你们那个合约是针对我们这个节目的？没有，其他节目也是。奇怪，前面有几个他就不给我上国王。对啊，好想来哟。哎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会按摩？那男朋友不是每天都要你按？对啊，而且我们以前常常就是说，回家很累嘛，那就互相帮忙按摩好了。然后按着按着呢，我帮他按嘛，按完之后他就睡着了。然后，那你就很气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那我 怎么没有后续的呀？演艺圈压力不是是我怎么办？没有人帮我按，对对 对, 對，来去帮我们好好按个摩来。哦耶！你刚受伤过吗？对对对，前两天出车祸，医生说是 whiplash。所以要吃消炎药，要吃消炎药是不是？对对对，那我轻一点好了。那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，这时候就稍微固定住这样子，就是稍微伸展一下啦，然后再维持个20秒这样子。对，我不敢用太重，因为我怕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好像现在参加 UFC 啊？我可以 tap out 吗？ tap out， tap out， tap out。好，然后就在20秒。哎、欸，拉你来，拉你来，对啊，没错。我觉得这不是舒服的，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。换拉，换拉，我要那种精油按摩型的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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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背部的话，哎，我其实哦好，就可能用一些精油啦、按摩油啊、乳液。哦，这里乳液，脊椎有点酸，乳液乳液。有一些香味的话，也可以增加情趣。好，情趣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拉上去你才把精油拿出来？然后我在上面就给我搞 UFC 是哪一招？没办法，他这个领子要弄开才能弄到肩颈，哎，对，没关系，你就把他自己当脖子。对对对对，好。那就是轻轻的按压一下，然后穴道的位置这样子。哎，怎么用这个手指头按都不舒服啊？都是要用这个指腹按啊。你谁啊？那嫌东嫌西的。不是不是。鹏哥，我真的也会按摩，我也会按摩。我没有按过头。你先不要拆人家台，先享受一下。头皮很油哦。就是这边会不会痒？头皮臭不臭啊？会痒，会痒。OK 吗 ？OK OK。哪里会痒吗？哦，你这样搔痒好舒服啊。人家想碰你就不错，你要嫌人家不会按。一般是用指腹这样压，不怕你会痛。对对对，要用指腹压。这个位置就是这条筋，对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在电脑前面啊，或者是低头族，是这条都会比较酸痛一些，是，对对对。那这样按压，哦，电脑看多了那边会酸痛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哦，对啊。然后或者是这样子，对，我喜欢这样，我喜欢这样。哎，我需要就是这种，为什么刚刚没有？对啊，我觉得你不知道有没有弄坏。这个力度刚刚好，这力度刚刚好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对对对，你看，对他喜欢是这种，肩颈压一压就好了，这样。对嘛？对啊，对，这才对嘛！哇，嗯，按到手都发抖，他力很大，他力很大，他力很大。哎，可是这种按摩。真正厉害是不是不是要去考执照吗？对啊，那是很专业的，我很强。所以你是业余的？我是专门否男朋友，他只是为男朋友。对，对，他主修油压，哦，主修油压，油压全套。他这个力道，如果男朋友不顺着他的话，他可以把男朋友勒死的。哎，这么美，不要那么灰色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他手劲很强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来来，他，我的话就轻一点了，再用力一点，不要客气，一样用刚刚一样，对。是不是？会出事，会出事。出什么事？可以，可以，我够了。你太远了。我觉得我还蛮小力的。啊，这样叫小力啊？
哇，但是一般男生不是喜欢这大。不过你看他这么瘦，这么我以前常被说就是不够力这样，嗯，对对对。不过有一个女生回去会帮你按摩，这个也是太棒、太快乐的。而且其实我也会下厨，我就是煮完饭之后待再按摩一下。哎呦呀，拿手菜管家。先一起去买菜。哎，娶到这种老婆不得了。他的心愿就是要成为别人的老婆、啊。你冷静点。别人的老婆。被眷顾。然后一生下来就想要成为美丽的人妻，是是是，哎呦，啊，是不是？美丽的人妻，这么想结婚？对啊，一直都想啊，但是就是没有机会这样子。哎，不要强求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慢一点也许。宁缺毋滥。对对对。那你天生就这么白，还是你有混血啊？没有耶，就是防晒出来的。他以前就这么白。以前也蛮白的，但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还蛮容易晒黑的。你白到你像吸血鬼了。有吗？哦，好白哦。我是人。对啊，你跟康哥比一下，觉得好像俄罗斯人一样。对。就是有俄罗斯血，俄罗斯人，印第安人，真的真的，这种是天生白了，一看就知道，就是有保养保养的啦，保养的好。那像如果说拉拉追你怎么办？其实我还蛮喜欢，就是比较幽默风趣，好相处。来个笑话，你好，我就是个笑话，还谁不会讲笑话？